台61线北上 38K 于本日6:50发生小货车追撞货柜车事故，经初步了解为货柜车驾驶为闪避从交流道上来之车辆减速刹车，导致后方小货车追撞，现场小货车驾驶无呼吸心跳，详细的肇事原因还需要警方调查。那警方也呼吁驾驶人行车时应注意车前状况，减速慢行，以为用路人安全。